我叫徐岩，98年，我是一名家庭卫生管理师，我之前从事餐饮行业，就是奶茶店。大概在半年前，我就浏览到一条就是家庭卫生管理师这个职业的招聘信息，我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，因为我是处女座嘛，就是有点洁癖，平时在家也喜欢收拾屋子，然后就想过来试试，然后就入行了。就入行之后，我发现就是在自己家收拾卫生和去给客户服务是很不一样的。自己平时在家收拾卫生，说实话就累了就不动了，就干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。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入户服务的话，你肯定是要把客户家做到就是做到标准。包括就我平时在入行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去刷马桶，这种感觉真的对我来说，这种洁癖患者来说挺难接受的。但是你入行之后，你这是你必须要去做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刷马桶的时候是在大概是3个月以前吧。刚开始我下手之前，我是真的下不去手，然后后来也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，做了半天。下手第一次之后，就感觉这件事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啊。到最后一次刷马桶，我想就最后年前的一次刷马桶，他们就叫我马桶小王子。我主要是清洁和收纳，清洁这块主要是全屋一个深度清洁，就比如说，咱们内外窗的擦拭啊，清洁，然后，重油污、重水垢这块的处理，还有一些死角卫生。我收纳主要是衣橱整理，也还有柜体改造，还有全屋收纳，这些都包括。服务的客户也有上百家了，大概每个月3万左右。这种是每天都是像开盲盒，就不一样，各种各家各样的情况都不一样。如果碰到硬茬的话，得12小时到或者是一天干不完这种情况。对，有的时候干到半夜，就有的客户家物品收纳空间有限，物品量较多，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去你去一件一件去挑，去跟客户确定哪件，就是做取舍。如果说去服务10次的话，怎么也有3次能碰到。还是挺喜欢的，每次服务完之后，就是看到一个家从乱的环境，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干净整齐的样子，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很满足。有一次去做收纳，了解完需求之后，然后把那个位置收拾得很好，就是据客户说就像艺术品似的，然后特别高兴，然后就从楼上拿2瓶酒给我们，但是对我们也没收。因为现在大多数做家政行业的还是以保洁阿姨为主吧，然后会觉得男孩子这么年轻，然后去做这份行业是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去服务的时候会问我们，为什么就是男孩来？就这些不是应该是，都是女孩做的吗？我们其实也不太好回答，因为这毕竟是，你做这个服务的肯定是要有效果你才认同。就说你没做之前，你说什么也没用。我觉得家务就是只能女孩子干的这种观念是比较传统的，我觉得家务是不分性别的，都可以干，一起干，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互动更多，然后也不会让对方那么累。小时候其实就是家务基本上是我和我妈干，我爸很少参与。然后就是自从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，我偶尔回家也会发现我爸在干家务，就春节之前也在收拾屋子，就是以前是看不到的啊。我觉得也是对他一种影响吧。我们这代人就不像老一辈儿，就是一定要把工作分个高低贵贱，就是只要自己喜欢感兴趣就可以。会想一直做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行业，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整理师，然后未来就是会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，然后去服务千家万户。